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会员尊享加更推理完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。走吧，溜达溜达吧，看看天台。哇哦，大变样！哇，还有这个秋千哎。好，我要坐这儿，这个不会很危哦。它底下还有一个垫子，就是怕下雨了，给它收起来。好久没来了。我们之前就在上面弄烧烤，放飞气球。对啊，去年在这放了烟花，放了气球。相聚即是缘分啊，就是大家五湖四海来到这儿啊，非常开心。啊，干杯！嗯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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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友情，干杯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再次回来感觉怎么样呀？你们？再次回来？啊！再次回来就感觉。再次回来的感觉，那就是一个亲切呀、啊。主打的一个熟悉，刚好这个天气出来玩比较爽。对，今天天气还蛮合适，而且有风。真的吗？你跑起来就。今天咱们去玩什么的啊、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叫做手机定位捉迷藏，然后这个地点呢就到了就知道了。那个各位乘客，大家醒一醒啊，醒一醒啊，整理一下自己仪容仪表啊，我们马上到目的地了啊。师傅，大家现在到哪站了？马上到长春了呢。到长春了。行，师傅，那再往前开点叫我啊，我下车。啊，好。到我们的目的地了，这个叫汉口镇，就是这个地方基本上复原了百年前的汉口镇的一个原貌。哇，可以看到这些店铺啊什么的都还是蛮有意思的。然后今天我们先逛一逛，然后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就在这个镇子里面，好吧？好。这个车，哎，咱拍一张这个车吧，来吧，我们咱拍。来虎子，来加入来。带不带我？带的，带的。我们四个人有一个手势，是诞生于1996。来来来，站好站好。蹲蹲，1996，快快快！看这里，好，1996来一个。我说一下今天我们玩的这个规则啊，我们这游戏分为三轮，第一轮呢相当于是一个热身赛，然后第二轮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双人赛。然后第三轮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团队赛，三局两胜嘛。然后输的一方呢要给赢的一方买奶茶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嗯。然后有没有想当队长的，然后出来毛遂自荐一下？都不当。我有没有毛遂自荐的？不当我的。我要当队长，我要当队长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能为我们带来什么？你能带来什么？可多、啊。奶茶。输了你可以买奶茶是吧？全包。那很简单啊，这里不是吃饭的地方吗？赢了就请吃饭呗。什么叫赢了就请吃饭？指我干嘛？不是，我说我们。好，我加入萌萌队。别急，我还不一定选你呢，你急。还有没有谁想当队长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定陈实学长和萌萌。嗯，好。那要是选了他不选你怎么办呢？队员如果特别不想跟他一队的话，是有拒队员的权利的。哎呦，好尴尬。在这个之前呢，自己说一下自己的优势啊、长处啊，不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选嘛。来呗，介绍一下呗。我平衡感挺好的，我挺会躲的。我心态挺好的。
我活着。那你先回去吧，先回去吧啊！我能跑能藏能跳能蹦，啥都能。全面型选手，全能。我各方面也都还好，我嗅觉好。今天没有考嗅觉的游戏，就一直嗅。秦选，哎，到你了。躲不了，跑不了，平衡不好，摆烂呗。哎，你容易被看到，你显眼。对，我显眼。那个，我听力好，听力好。我就是说，谁选了我，哪队肯定就赢了。第一个选。我也第一个选。来吧，猜拳，然后赢的先选，输的后选。三二一，猜。我选去姐。好。少了一次怼我的机会，太好了。三二一，猜。哎呦。蔡卓生，我可以不啊？你要拒绝吗？你要拒绝吗？你可以，那你拒绝吧。这个你如果真的很想拒绝的话，也能成全你。可以拒绝的。你是不是要拒绝啊？拒绝啥呀？他跟这儿了，我还能咋办？我们选晨晨。入股了，入股了。三二一，退，退。哎，这个萌萌在我们之间猜拳几乎没赢过。我故意的，我知道他输什么。你选吧。好，波波。哎，琴姐，好开心。刘小玉，好，那我们就选星星嘛。好，欢迎加入啊！这个比赛之前有没有要放狠话了，队长？就四个字，我们必赢。就这，你就这，就这，就这。三轮的话，我们大概让他们赢几轮？大概一轮吧。你想想，他设剪刀布能赢几轮吧？哎，刀一起刀脚布赢了几轮啊？完了，你们运气都用在剪刀石头布上了。这是靠实力，不是靠运气的。那个要不要起个队名什么的？起个队名，主要是队名确实不好起呀。啊，那我们就简单点，我们就叫诚实队，他们叫萌萌队啊。直接以队长名字命了是吧？行，我们去那边那个擂台，走吧。行，走走。就在这儿啊？对对对。怎么个打法啊？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其实是比较考验队长的一个游戏啊。每队的队长蒙眼睛打，打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就出局了。然后看两队哪队用时最短的，就是获胜。OK。然后为了增加一下这个难度和趣味性呢，然后就是另一个队的六位队员，他们脚底下要绑上这个尖叫机。啊，好。那你们就是剪刀石头布，决定谁先攻谁先守。OK， 来。好的。出什么？出剪刀，作为真剪刀。三二一，退。直接攻击，好，绑脚吧，来吧。跟这个鸡有点憋屈，已经踩扁了，踩成二 D 的了。两分钟，其他队员不能参与，但是可以给你提示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。勇敢一点，哎，冲快一点，往边走，哎，后面，左边，左边，往前，往后面，后面打，后面，打到了吗？没有，你往前走，边人也打，边人也打，快过手呀，往后，往前，往前点，后面，哎，打我，好，刘哥打到了吗？哎呀！别打我！往前面转圈，对！你不是来打我的吧？啊！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打到了吗？没有，你别打到我们。冲！往前，前面，后面。没有了，往后。后面。前面，对。打。左边。前面。左边。往前。左边。右边，打！我先，我用右边。打到了吗？没有。哪边啊？后面。20秒。勇敢一点，打。对。后面，跑起来呀！后面。时间到。哎呦，很好了。有打到吗？完全没有。你的成绩是一个都没打到。走得游刃有余的，就这样。主要是我不敢走，我不知道有多远。你就在中间这里一直晃，但一个都没打到。咋着他就咋着后一边。